3月13日，据相关人士爆料，陈可辛执导电影《中国女排》即将于2019年上半年开拍，而郎平的角色将由巩俐扮演。有媒体向片方以及巩俐方面求证此事，目前暂无回应。据悉，电影《中国女排》目前的剧本已经完成，女排队员的扮演者已进行了大量的选角工作，其中不乏女排队员亲自出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